欢迎来到万秀大赛耶！欢迎群星集团，杨秀慧、陈伟明、小妖阿布、红糖 Junior、阿诺大飞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收看万秀大赛耶！我们基本上在现场的所有的朋友，都概分两种啊，什么？不是才貌双全的，就是才貌不全的。但是呢，基本上脑子在运动之前都要需要暖一下的。请珍惜这一刻，你最花容月貌的时候，暖身。暖身完了之后，你就花容失色。因为待会一阵乱打，你大概要补妆补八遍。会。小小的接触一下，我们会有一些互动，有可能自己也会不小心跌倒，也会有敬老优惠吧？不是说你啊，维明哥啦，真的吗？他是目前台湾电视圈里面少数上节目会带看护来的，对，要尊敬，泰国来的啦，还好吗？超屌！电台的艺人资质到底如何？是 smart 还是 stupid？ 现在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，小伙加油！两个回合，每个艺人都玩得到，尤其是主持人也派了下呀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要暖呐，对不对？现在要开始喽，小哥向右看，一二，一是左脚，二是右脚，一二一二。Junior 入围金钟女主角，落。没有人看吧？我可提醒你了，我们那个沙井案就是被类似这样的东西。我有注意指纹留在那个不会沾的地方。伟明哥别气，我对不起，我错，我刚真的，你真的不懂，你明明故意的。快讲，你有没有？有，人家还，人家还没有得金钟奖，你还停？你还停？好，让你知道你。前两个小时在抓头发，奇怪，不是热身的，你大部分怎么不打那么惨？好开心，热耶！他也在热耶！我头发抓了两个小时，哎，好，听听好题目啊，好，杨木向右看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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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森林两个字共有五个木，鹿。森林两个字，森林。哇，这样怪怪的，这个怎么打？三几个木？森林三呢？三个木，零呢？二啊。对，那加起来几个木？五啊。那应该是谁来做？啊，对啊。陈哥，打一下，打一下，陈哥，没有礼貌。陈哥，对一个这么资深的艺人，不应该。答错就已经很难过了。真的。陈哥，拿棒打他。说到资深，走开。那我好好的祭拜一下。好吉利，不要叫。不要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，你看是不是少了一根呢？三支香，三支纸，没有，其实三根是拜鬼的，拜神的，拜鬼一支就好。来，谁被打最多，最多下的就知道后面有终极惩罚哦。是啊，傻乎乎的。好，来，谁要上有看。一二，母猪有八颗奶头，鹿。不一样，各有各的答案，没有关系。母猪有八颗奶头，哎，布哥啊，你有没有尝试啊？怎么样？母猪怎么会没有八颗奶头？你怎么会知道它有八颗奶头？哎，是八颗还是六颗？你家养猪啊？你要知道，你一定对。母猪有八颗。你好，对啊。正确的答案是，它有五。到九对，也就是至少十到十八，所以答案是错的。哇！
床戏。你跟朱哥一起吗？喂，陈哥，不能请黑社会来上节目吧？对啊，你真不知道奶头有几颗，你就别这样。文明哥还听不懂刚才题目在讲什么，他还没听清楚，还没听到。所以为了他的念就是母猪有八颗奶头，对还是错？所以是会还是错？不是，主要是不是题目有没有听清楚？哦，不是，因为主要是单身男人，你们提到太多。会伤心吗？脑充血呀！他在想一下，一时间昏了，而且他麦克风也翘太高了。不是，这个麦克风是贵节目歧视我们厚道人士的另外一个，因为他本来在这里，因为下巴场你一讲话一讲他就咚咚咚咚咚就上来了。对，哦，是因为这样。对对对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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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笑死我！还有吗？题目快出完喽，快死掉了。笑着向右看，嘿，血小板有凝血功能。落。绝对不是血小板，不是。那是谁？血小板白血球啊，白血球是杀的，对抗细菌的，杀病毒的。凝血功能就是血小板。血你直接下台啊！对，真的，你可以放弃弃权，直接惩罚。准备，小子向右看，全世界共有七大洲，路。全世界分哪几洲？观众朋友一起来评个理啊！来，欧亚、南美、北美、大洋洲。非洲、南极洲、七大洲是对的啊，其他错的全扁。五大洋，想不到红团一人对了吧？对呀，真的。好，最后三个选项。想想都想有，还有啊，还有 A 二，国际奥运八年举办两次，六，下来猜呀，太难了，怎么办？八年举办两奥运，奥运八年，奥运多久办一次？四年，所以八年办几次？两次。那怎么会是错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等一等啦。不要这样嘛！每一题都背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大会，大会，这边一直有在播。不是，陈维明，对，因为为什么？是不是？我每次都听不到题目，因为维明哥说，然后讲完题目之后，维明哥说，讲就没了。我就听到他讲。维明哥是问我。不是，维明哥有错吗？你告诉我上节目搞懂。我在讲话。这个嘛，不要，我是很顺手，你看我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在那老人旁边了。我如果是故意的话，就是啊，你讲完哦，准备了，没有，这很顺手就下去。好，快结束了。对，但是我们还没有两题，你也错啊，你不会太紧张了。认真一点了。八年办两次嘛，这是换一种说法而已。你们再被打了没有几下了啊？来，第二个向右看，岳飞背后自反清复明，落。没错，文明哥每个都打哎。他总不能跟你问说，哎，你对了吗？反正再怎么样也不会赢大飞啊。对啊，好。现在。我们有人胜出了，恭喜了！我们以答错五题的这位朋友，大飞出列，马上进行他个人的三分一武力全开，马上就要送他一程。真的，你是节目没有几集，你已经创下我们的纪录。真的，
错五题，不错啊。让你换个人啊，突出的新人，很棒啊。哎，你老在装什么啊？我欣赏。来，可以，红龙有，各就各位。第二个哨音才开哈，来三 D 武力全开 ，Ready。等一下发通告的人跟你说不会动，对不对？对。发通告，我在这行业二十年，没有碰过一个老实的。另外一组，该上场，终于轮到我。好，复健第二组准备就位。哎，动作不用那么多了，还没啦。干嘛干嘛？等一下，这位老人家，你在复习吗？你在复习是？我在复健呢，复习。有点紧张，因为陈哥是第一次站上去，是第一次啊，很怕自己啊，只是会出题，真的，而且又跟陈维明在一起，我好担心我打不到。我觉得我比较担心，但是陈哥，我告诉你不用担心，我觉得在下在那下面的所有人呢，都很想准备要打。我们准备好了，这个头发好好抓哦。OK， 而且干什么？我又不一定会错，干什么你们？而且连我们制作人都有交代说，哎，大家棍子要拿好哦。对啊，刚刚一开始还没有棍子哦，现在是先发好了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先发好啊？准备好了，向左向右看，请准备开始。是神龙叫 ，Look。哎呀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解释给大家一起听一下哈。题目是呢，尝百草的是什么？神龙神龙氏是神龙氏，对。开打！你很淡定啊，大家在围殴的时候，你很立正站好。怎么这么惨啊？我家附近有一些事故发生。我们说，原说，这叫做明哲保身。太淡定了，不要都不敢站。我跟陈维明两个就。你在干什么？那一刻的下手，因为没有人在我面前呼啸而过。等一下，我的背好像烧起来，有吗？而且好险，我们各大所有的人呢，不会伤及无辜啊。对，真的。我觉得你们这群报名很理智。没错，想八分。而且我觉得以后执行制作要跟我们讲说，如果没被打，我们应该干嘛？都没有讲，我都不知道该干嘛。我们就讲，立正站好是一个标准动作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来啊，准备啊，向左向右看，预备起。水里的海马是用鳃呼吸。Look。啊？鳃？陈哥，不能动，对吗？动作，不能动。你知道水里海马用什么？用鳃呼吸吗？是用鳃吗？用鳃呼吸？应该不是吧？用鼻子。不要想办法。海马呢？它的确是用鳃呼吸。刚刚有人拿这个这样，不是我搓的，有人用搓的，一直有人想进来是为什么？
不是我，不知道，不是我。我发觉呢，他其实你这边也错，这边也错，这边也错，就全部人都打你。谢谢，同事没有明哲保身。好，懂了哈。海马确的确是用三呼吸。好，下一题啊。来，我们马上进行下一题。向左向右看，预备起。一二，自由女神，右手拿火把。Rook。右手拿火把。Tempo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，手不要动。这有问题了。自由女神像。对了，他确实是用右手拿火把。其他受刑人，大家怎么不受同样待遇啊？对，大家都会啊，真的。对，大家都站着，只有你错。整个你怎么都不说话了呢？整个有呆掉了。回答题目要专注，你们懂什么？你知道陈六子受到惊吓吗？因为我们录了三集，他第一次被打，有点惊吓到，怕了。快，我要刀队，快点。来，好，下一题。向左，向右看，预备，起。一二一，陈维明比杨秀慧老。这个可能维明哥自己都不知道，对，我真的不知道哎。这个好难哦，不是，因为我想想，秀慧姐，不是台式开播你就有了吗？反去慕名就有了嘞。答案卡上面有写，维明哥53，对啊，53，秀慧姐。加一，我小他一岁了，我小他一岁。答案是四。我打叉，没有，各位，我讲，这题真的不能怪晨晨，因为凭良心讲，秀慧真的看起来比我老太多。秀慧姐，他们看答对了。陈哥，你现在了解了吧？题目是说维明哥比他大，对，哥比他大。来，谢谢他。继续往下走，向左向右看，预备起。一二，撞球台有六个球洞。Look。飞过来的，我刚刚没有带到，再一次。你走开！有啦，太狠了啦！刚才有带到，主要是因为你跳太远，不说他主持人不说明，他观众以为是电脑动画，跳太远了，太狠了。阿明的啦，题目结束了。耶！不会吧？耶！哎，文明哥只错一题耶，错一题啊！而且我其实不会错，我是想说啊，游戏过程我都没有镜头，错一题好了。哦，是这样。那我们所以啊，小优跟阿诺，两个人是最多票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好，我们请小优跟阿诺中间准备火力全开。好猛！要不要两个正面着地？刚才我们都打得很好，对，我们每个都拉到极致，力道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为了这个事情喝彩，哎，这很值得喝彩吧？喝彩算什么？庆功宴来算。